就是要 play 玩游戏不会累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最可爱的双胞胎左左右右。香蕉哥哥好开心哦，可以跟左左右右一起来 play。 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跟香蕉哥哥一起玩。怎么要纸飞机？是从哪边来的？是阿雾这边哎，阿雾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玩飞机啊？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呢、啊。你们想要玩纸飞机啊？那给你们玩好了，我现在不想玩了。为什么？我做了两台纸飞机啊，一台咻，第二台咻，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啊！我还要去捡回来才能继续玩呢。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觉得脚好酸啊。我们可以帮你捡回来啊，你可以坐好几台纸飞机来玩呐。可是纸飞机一个人玩好像有点无聊哎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把纸飞机变得更有趣呢？当然有啊，看我的大手玩惊喜 ，Let's play！ 哇，桌上有一个大纸箱哎，这里面有装什么好玩的东西吗？纸箱啊，可以变成一个超酷超酷的纸飞机哦！这么厉害！香蕉哥哥，快变出飞机给我们玩！没问题，想要变成一个超酷的纸飞机的话，你就要准备一个像这样的纸箱。什么纸箱都可以吗？哦，你选择的纸箱最好选择像这种有厚度的。好，那准备好纸箱之后呢，就可以来造飞机了。嘘。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机身，飞机的身体，所以呢我们要把其中三个盖子割下来，你看一二三，然后留一片就好了。谢谢你帮我准备好刀子了。那我们就是沿着边边把它割下来，要记得用刀片的时候要小心哦。对，最好请爸爸妈妈帮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不然会割到手，不然会割到手，割到手会流血。这个留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做它的什么？前面的挡风板。挡风板是用来挡什么的？挡风。可以挡蚊子吗？应该可以。可以挡雨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答对了。下面不割断，那它到底可以做什么啊？嘿，割割割。应该是窗户吧。你们帮我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。嘿。哇，打开了，打开，是窗户，是不是窗户？但是在里面呢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像不像它的那个控制的仪表板？哇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千万记得不要割掉啊，这个就会变成仪表板了。好，割完飞机的身体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飞机前面很重要的东西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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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螺旋桨。就是螺旋桨，我们就要用这个纸板呢，割成像这个的形状。有两个大大的水滴，像不像水滴呢？像。哭。眼泪也太大滴了吧。而且我可以帮你们变哦，来换你了，你变成短短短，短短短，那你变成大象。哇哇哇！那你变成变什么？墨镜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看不到是正常的，这样才看得到，好好玩哦。好，准备好这两片水滴形的，我们要用热熔胶把它们粘在一起，就尖尖的地方对尖尖的地方，一二三，嘿，粘起来，粘起来，粘起来，大概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那么快吗？真的粘起来了，所以我们要把中间呢割掉。割掉可以慢慢割，要记得哦，用刀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要给爸爸妈妈用。对，割好了之后中间就有个洞了。好了，有洞洞了。当然有洞洞了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螺旋桨，然后呢要再准备一个这个圆柱体，像不像生日蛋糕的盖子？对啊，很像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这些洞洞都一样。
再割一个圆形，再放在上面。哇，哎，要怎么把它串在一起呢？再拿一根这个纸卷棒把它穿过去，穿过刚刚的洞洞吗？对，全部把它都穿过去。后续会有凸出来，凸出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的呀。哎，对，或是呢，我们可以先这样子。上面要固定啊，不然我放过去它不就穿过去了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先上面呢，我要准备一颗这个球球，球球把它粘住，所以上面挤一些热熔胶。等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粘住了，粘住了，粘了。你看，把它往前放。把纸卷拉到底吗？拉到底。哇！好厉害，很厉害！我要走了。没有了，这样光这样怎么可以飞？还有一个控制方向的东西，方向盘。方向盘可以控制方向哦，大家一起哦，预备，左边，右边。但是要怎么把它固定在飞机上很重要，要准备的是这个保特瓶，还有纸卷棒，还有一个。很重要的戒指，其实硬硬的这是水管，要先把保特瓶切一个斜口，像这样子，斜斜的，从盖子这边切斜斜的，它会固定在纸箱的这里，是仪表板的这边，有没有？嗯嗯，仪表板的这边，我们就放一个纸卷棒，你看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当成它的方向盘？水管放在这边，像这样子连在一起，好。你看，你是不是可以开？你假装开，哇，就可以旋转了，对不对？可以转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方向盘也好了，螺旋桨也好了，好像还差一个东西耶。飞机的翅膀，还有飞机的尾巴。没错，加上翅膀还有尾翼才能飞得起来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把它组合起来。好，我们做好机身、螺旋桨、方向盘之后呢，我们就插翅膀就可以飞起来了哦。所以我要先请佑佑帮我把尾翼组合起来，然后左左呢帮我把挡风玻璃贴好。贴，从这里开始贴。对，贴这里哦，那照形状贴好哦。哦，尾翼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子是一个有一个挡风玻璃的感觉嘛？哇，嗨，两边都挖一个洞，后面挖一个洞，就可以把翅膀都插上去了哦。来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要小心哦。嗯，哇，这好难插哦。因为这样子才会很紧啊。哦，好了，那还有尾巴。耶，尾巴给你。哎，要把尾翼也装起来了。对，把尾翼插上去。嘿，这样子就大致完成了。香香哥哥好厉害哦！最高记忆，耶！我们独一无二的造飞机。爸爸妈妈其实啊，可以用彩色的海报纸把它贴一贴，或是请小朋友画上不一样的图案，这一架飞机就会是独一无二的彩绘机哦，而且啊，只要加上背带，小朋友就可以背着飞机到处去玩哦。请问左左，你要去哪里？到美国，到美国 ，Hello Hello， 韩国阿妞哈塞呀，日本耍科比机吗？好好玩哦，竟然可以在飞机里面跳舞，对不对？啊。那下一个要换谁？换我。好。换悠悠。懂得轮流分享的果然是乖宝宝。那我来帮你用机翼，这样子吗？对，背起来，像背背包一样。哇，玩具轮流玩，一起分享更好玩呢。对啊，请问又要去哪里？到全世界。全世界，又要机长带我一起去。那我们先飞过去吗？好，去！我们一起大声的跟大家说，今天我们做的大手玩惊喜造飞机成功！喜造飞机！可是我没有机票哎，怎么办？是吧？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没有机票就不能去了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拜拜。怎么会没有机票呢？我找找看呢。机票，机票，没有机票。
准备的材料有纸盘、彩色笔、剪刀。耶！小小玩创意。香蕉哥哥要来考考你们哦，你们知道什么会飞吗？咻！小鸟、蝴蝶。老鹰。还有呢？气球，还有蜻蜓。还有飞盘、飞碟跟外星人。哦，阿雾的答案很有创意耶。哎，这样让香蕉哥哥也有个灵感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长得很像飞碟的白色圆形的盘子来做造型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棒哦！那我要飞碟造型的，那我要气球造型的，那我要蝴蝶的。哦，大家都选好了，那很简单，我们只要用彩色笔把它画下来，涂好颜色，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现在画一个小鸟的给大家看哦。我要画一只鸟，你先画，我画。好。你看，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画，画一个小鸟的样子，小鸟的嘴巴，小鸟的庞克头，小鸟的眼睛，小鸟眼睛很大，小鸟的身体。画好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开始画。先用黑笔啊，我喜欢先用黑笔。好，黑笔。我好怕我画错。不会，画画就是很开心的事，爱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。对，你这个画的是玉米。是蝴蝶。哦，蝴蝶啊。你要涂黄色。对，我喜欢黄色。我喜欢紫色和粉红色。哇，很漂亮的这样子。而且你可以照自己喜欢的颜色去画画，但最重要你在画线条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哦。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范围，然后最下面这里呢，记得一定要超过这个范围，不然呢，等一下我们要剪的时候，你会把它整个剪下来哦。嘴巴涂橘色，会不会变成鸡呀？不会了，就不像小鸟了。应该不会吧？好吧，那我就画了哦。画画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耶。对，你们都喜欢画画吗？喜欢。我也喜欢哎。我也喜欢哎。你也喜欢？对呀。嗯。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个人画的最有创意好了。应该是你吧。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？因为我觉得你画的最漂亮。你真的很有眼光哎。你是左左还是右右呢？右右。你好有眼光哦。那左左，左左你画的很漂亮哎。这只你这个红萝卜长得有翅膀，很漂亮哎。是蝴蝶哦。好啦，那涂好颜色要告诉我。它有点斗鸡。对啊，它就是斗鸡眼。斗鸡眼蝴蝶吗？蝴蝶啊。哇，有爱心哎，好棒哦。那你要再搭配什么颜色呢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橘色的。那我们就画橘色了。好啊。大家颜色都涂好了吗？好啦。涂好之后呢，很简单，我们就要先在旁边呢挖一个小洞，沿着边边把它剪下来。沿着边边把它剪下来。先挖一个洞之后，就会比较好剪哦。可是我的边边在这里。在这里哦，那我教你，你从这边剪过来就可以啦。好。好哈，对不对？要记得哦，用剪刀要非常非常的专心跟小心哦。好好，大家都剪好了吗？剪好了，很简单。我们在盘子的这个底部呢，把你的图案这样子压一下，就让它站起来吗？它就会站起来了。你看，耶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就变成帽子了，造型帽就完成了哦。我来戴看看，好不好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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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可爱哦！
你是气球。哇，我们都有造型帽耶！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，那我的帽子呢？他的帽子。香蕉哥哥也帮阿呜做一个帽。哦，我早就帮他做好了。你看，阿呜的帽子是咻咻咻咻咻，是飞碟的，是飞碟的最可爱的，戴起来好帅哦！谢谢香蕉哥哥，不客气。哎，我们大家戴的这个帽子都变得很不一样哎，那我们来做。可爱的三连拍好不好？好，左左右右一组，我跟阿呜一组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动作有一样吗？我们的表情好丰富啊！对啊，都一样的表情。哦，那我知道啊，既然要做很特别的，那我们全部一起来做搞怪三连拍好不好？动作要很特别的哦。好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！一、二、手手脚脚玩挑战，赶快来看看今天月亮姐姐要带来什么好玩的游戏吧！耶，健康，今天要玩的就是这个地球仪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。绕着地球转，要发挥我们的创意，用身体来做造型哦。但是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什么呢？暖身操。没错，动一动之前要先暖身，才不会受伤哦。导播叔叔，音乐请。哦，好，跟我一起做咯。一起来，手手打开，往上长高，手手打开，往下。手手打开，往旁边压，手手打开，换一边，最后手手画个大圈圈，再画个大圈圈回来，打开，耶！好厉害哦！暖身完了呢，身体变得暖暖的，有吗？有变得软软的吗？软软也有。那我们就要用身体来做不一样的东西哦。现在用你的身体变出一台飞机，一二三，变！每个人都长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好斜斜的。那我们现在一起往左飞，咻！往右飞，咻！然后往前飞，咻！怎么没声音？往后飞，咻！转一圈。降落，既然你们都会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可以两个人变成一台飞机吗？好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那我跟左左一组。好，右右跟我一组。好，站前面。等一下呢，小朋友要把你的手打开，变成飞机的翅膀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微微蹲下，说预备备，开始，你们就要数一二三，然后飞起来哦。好。准备好了，预备备，开始！一二三，咻！他们好高哦，我们很高哎，我们再飞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预备备，一二三，咻！不行，香蕉哥哥太高了，超级高的。不过在家里自己可以练习一下，可以越飞越高哦。对，还有一个动作会越来越难哦。爸爸妈妈这时候呢，要到小朋友前面。然后微微的蹲下，好，换组，换组，换组，好，看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小朋友要整个人贴到爸爸妈妈的背上，贴紧紧，然后手手牵好，数到准备起飞喽，一二三。咻！这时候可以转一圈，脚脚勾起来吗？脚勾起来。有哎，咻！对，这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一二三，降落。那我们两个可以做得到吗？好，好，我们要更厉害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贴好，手伸好，抓住哦。好，你数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咻！飞起来。往前，咻，旋转，咻，降落，降落，哎呦，有点头晕了，平安降落，好啊，要不要再玩十次？要，我可能有一点累，要休息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玩了这么多种，你们都很厉害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准备来环游世界，香蕉哥哥，月亮姐姐，那我想要去。
美国。美国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就去看自由女神。那你们可以用身体做出自由女神吗？一二三，啾！嘿，请问，请问，刚好举手，请问这一只手是什么啊？火把。火把。拿火把。那这一只手呢？书，拿什么？漫画书吗？英文书。英文书，因为他是美国人。哦，大家都会做自由女神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法国来做巴黎铁塔。好，那我跟月亮姐姐好了。好，我们一组，那左左右右。好，你看哦，巴黎铁塔就是上面是尖尖的，所以把手举到最高，咻，靠在一起。手抓尖尖的。然后看前面，嘻嘻，笑嘻嘻的巴黎铁塔，真的很像巴黎铁塔哎。有啊，我说我们很像哎，很像，成功。有小的也有大的，对，我们大的，你们小的。那接下来月亮姐姐想去哪里玩呢？我想去意大利。好了，意大利有比萨斜塔。我们要变斜斜的。斜斜的吗？香蕉哥哥，接住我。怎么做？好，接住哦。我全身的力气都会倒下去哦，一二三，五。真的是斜的，好斜哦！你们可以吗？好，换你。一二三，咻！有哎，一点点斜斜的，好可爱。哎呦哎呦，换我。你们可以吗？我们一起。好，一二三，咻！你们要推着我。哎，我很斜斜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很厉害耶！会重吗？后面都没有了，你很轻，他都不用出力气，好开心哦、喔！那我再考考你们，有一种长得是这样，是什么塔？金字塔，对，金字塔，埃及的金字塔，我们也可以用身体来完成哦。哦，两个人背对背，背对背，对，然后要跪下来，跪下来，然后下次可以找伴哦、喔，就可以跟你一起玩了。然后头怎么变成金字塔呢？头慢慢的往后靠，慢慢的往后靠，靠我一点哦、喔。有碰到了吗？有，真的变成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嘞！有吗？有像？有，有，我起不来了，你起不来。有了，金字塔会不会很难？会吗？不会，不会哦，很好玩，很好玩嘞！那我们赶快恢复原来位置，停，咻！哇，大家都表现得很棒哦！耶，就是要 play 玩游戏不会累，下次再一起玩游戏哦，拜拜！现在是抓左右飞机来喽，咻！木头飞机，快你们抓我们，开始！我是月亮姐姐，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这里的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另外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哦。